大宝刚刚去上学了，趁着他去上学，我呀来偷吃他个糖。你看我这里呀有地球糖，有这个小黄人糖，还有一个青蛙糖，哈哈，我来先吃哪一个呀？我先来吃这个吧，先来吃这个地球糖。我打开看看，哇塞，哇，这竟然是巧克力呀！哇，我最爱吃巧克力了，打开，哇，看着就好吃，我来尝一口啊。哎，大宝，你咋回来啦？我铅笔忘了。哎呀，铅笔忘带了，去去去，赶快去拿，真是的，上学忘带铅笔了，还拿着我一个糖。那我再来吃这个，吃这个小黄人糖果，打开，哇，打开，哇，这个也是巧克力，哇，我最爱的，我来尝一尝啊。哎，大宝，你咋又回来啦？你作业本忘拿了，哎呀，快去拿，快去拿，快走！天哪，这上学的不是忘本子就是忘铅笔，真是的，还顺着我两个糖，哎呀，就这一个糖了，这下应该不会再忘记拿东西了吧？所以呀，哎呦，咋掉了呀？我的糖都没得吃了。